又跟人打架了？要你管，你这个碎金饭只有鸡蛋，比我妈妈做的差远了。那你去找你妈给你做。我妈得癌症去世了。你说过，只要我得100分，就能做出我妈妈做的碎金饭。如果你做不出来，就要跟我道歉。哼哼，你等着。食神归位。鸡蛋打散，加入米饭，搅拌。干贝用水泡发，鲍鱼切碎，虾仁用手剥好，辽参切成丝，放入锅里炒熟，加入米饭。那碎金饭，嗯。味道，其实这是你前几天忘在店里的，是你妈妈的本子吧，里面有碎金饭的做法。你妈妈一定是非常爱你，才会这么有耐心，用这么贵的食材给你做碎金饭的。你才不是个没有人爱的孩子，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啊。谢谢你宅猫，我以后再也不打架了。那以后我还可以再来吃碎金饭吗？当然不行了，我的店会被你吃关门的。